爸爸，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 小姐芳名，先生，就叫我美贞子吧。小姐，为什么要救我呢？他们为什么要杀您呢？他们要杀您，说明您值得杀，也值得我救。谢谢你救了我。 昨天绑架我父亲的，就是你们吧？对绑架你父亲，我并不感兴趣。我所感兴趣的是，此次他去中国要干什么？投资办工厂。念给他听听。嗨。8月3日，山本正雄去青竹立石楼立下遗嘱和有关财产继承权的事项。 一郎少爷，
你恐怕不是你父亲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吧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，我的意思，你很明白。哼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父亲在中国还有一个儿子。什么？我父亲在中国还有一个儿子？是的，是的。40多年以前，你父亲在中国扔下了个野种。如果这次找到了他，恐怕你就不是财产的唯一继承人了吧？鬼话，骗人！嗨，激动有什么用？激动也改变不了事实。还是想想办法。如果需要帮助的话，我可以帮助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。什么条件？这就是我们的条件。这是中国北魏年间的镇国之宝，有预报气象的特异功能。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得到它。我知道这本考古专著是我父亲写的，至于这只金牛的下落，我是一无所知啊。嗯，金牛的下落就掌握在你父亲的手中。如果我得不到呢？哼。好一双弹钢琴的手啊，如果得不到，山里组的规矩你是知道的。前那个秘密该说出来了吧，山本先生。你总不能把他带进棺材去吧？
郭队长，什么事？副市长，我有急事向你汇报。请上我的车吧。嗯。省厅传来日本国际训练中心的特急通报，通报说，日本黑社会组织山里组对山本正雄来中国进行了盯视活动。副市长，请上车吧。山里组是国际贩毒走私文物的老窝，我国有不少重大走私都与他有关。山本正雄和山里组有什么关系？现在还不清楚。山本正雄年轻时是考古学者，曾在东北地区考古勘察。中日战争爆发，他入伍，被编入特工队。慢一点。山本正雄先生，欢迎你。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这是我的新助理加藤美真子小姐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啊，你好。你好，山本先生，这位是你的合作伙伴，中方经理刘汉日先生。你好，幸会，幸会。啊。你好，我是司机，叫李华，您用车吗？请你记住，他就是中国出租车司机，名叫李华。你到中国后，他会去机场接你。嗨，请。你好。你好。请问山本正雄和美真子小姐住哪号房间？住在317房。啊，我要住在317的下面。哦，那就是217。山本先生，啊，您是我们的贵宾，我们要对您和美真子小姐的安全负责，有时会给您添麻烦的，到时候请您谅解和配合好吗？从命就是。请上床吧。谁敢动，我就叫他脑袋开花。
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山本先生啊，休息的好吗？好极了，近日以来从没有像昨晚睡得那么香啊。好，请请。你好。你好，郭先生，您这脸怎么了？好，昨天晚上夫人给留下的。哦，不可思议。山本先生啊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实地考察一下选民场的场址啊？嗯，好，请坐吧。好，请。这是我们董事长根据相书推算出来的几个可能的场址，请过目。好，请。好，请。老坟挖，我知道各位是无神论者，不过鄙人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深感兴趣，研究过伟大的易经。这次我来贵国投资办厂，希望选择一个有助于生意发达的厂址，希望各位能够理解，多多包涵。山本先生想找一块风水宝地吧？啊，是的。山本先生，那地方无论从交通、水电哪方面讲都不太合适，而且将追加更多的投资啊。啊，钱不是问题，钱不是问题。嗯，那好，改天我们去实地考察一下吧。嗯。总算找到了，前面那辆车就是你老子的，盯住他。山本先生啊，您托外事打听的情况已经有着落了。哦，多有打扰，太感谢了。请您看一下。哦，您所询问的刘长龄是本省三四十年代很有成就的年轻考古学者，哦，他的妻子庄明原在本所工作，现在已经退休了。他有个儿子叫刘抗日。哦。刘康。就是对人的尊重。董事长，啊，洗个澡，早点休息。明天我们还要去老坟洼实地考察。好。
我来。我来吧。董事长，这个用的太久了，都没味儿了。我给您买个新的试试看。哦，不不，市场上买的假货太多。把盐气袋放回原处。一郎先生，要不要留下来和你父亲见见面？还让我叫你一声后妈吗？美贞子，拿点饮料来吧。别忘了，我是你父亲的保镖。下次再碰上，别说我不客气。山本先生，最早这里是一片盐碱地，没法种庄稼，后来这里就改做坟场了。山本先生不会真的把厂址定在这里吧？啊，看了再说吧。好，行吧。好。他跑到坟地里干什么？美贞子小姐，山本先生为什么对这片坟地感兴趣？我只能重复郭先生的一句话：风水宝地。哈。董事长，您不舒服吗？哦，我有点累。来，刘先生，欢迎我到你家做客吗？啊，欢迎，当然欢迎。我想请山本先生来家里做客。什么？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妈妈恨死日本人了，还是在外面请算了。你以为是我要请他来？是山本先生自己提出来的，还问欢迎不欢迎？你说我怎么回答？不欢迎。董副市长还说要感情投资。
哼，偷什么子？董事长，这些天您好像有什么心事，能不能告诉美贞子啊？美贞子，我是个有罪的人呐。董事长，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，这不是您一个人的责任，那时候整个国民都疯狂了，再说您现在办厂，跟中国合作办厂，不正是为了弥补以往的过失吗？你不知道我欠下的太多了。董事长，就让美贞子为您分忧吧。根据实地考察，我们董事长决定把选煤厂建在这里。见山本先生决定把厂址建在老坟洼，我方尊重山本先生的意见。山本先生，祝我们合作顺利。谢谢。山本先生，刘先生。您怎么知道？说来话长啊，明天我一定要去看望他。明天不是要进行签字仪式吗？来得及，这比签字仪式重要。来了，后边骑自行车的。
董事长，今天像个新郎。哦，新郎，多么令人羡慕啊！董事长，真的不要我陪您？哦，有五天在就可以了。车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董事长，上午10点的签字仪式您别忘了。好，记住了。叔叔，叔叔，我爸爸的车坏了，请帮帮忙吧。叔叔，求求你了，请帮帮忙吧。车出了什么毛病？打不着火。哦。请问这是刘抗日家吗？对，同志啊，您厅里坐吧。哎，慢一点。同志，您坐。好好，您是？哦，我是抗日的妈妈。哦，您是？我是抗日的同事。哦，您儿子是庄宁吧？好多年没人这样称呼我了，同志啊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听刘抗日说的。啊，哎，您的眼睛瞎了。哦，能告诉我是怎么瞎的吗？过去的事不愿提他了。您的眼睛没好好治过吗？去过许多大医院，我知道治不好了。唉，眼泪哭干了，眼睛也就瞎了。老人家，抗日没告诉您家里要来客人吗？前两天说过，说是有位日本人要来家里做客，我不太欢迎日本人。是啊，是啊，他们有罪。抗日，他怎么不在啊？昨天晚上他骑自行车摔下来，上医院去了。在哪家医院呢？在中心医院。我到医院去看看他。告辞了。山本先生，请上这辆车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吴天，吴天，惊吓干什么？快去阻截，以防意外。是。山本先生早8点就去刘抗日家了。美贞子小姐，快去接山本先生。好，走吧。哎，董事长的车。
车。您受委屈了，你来干什么？父亲，您是个明白人，我要干什么您知道。你马上回日本，别妨碍我在这儿的公务。公务不就是为了扔在这儿的野种，河北喂的小金牛吗？混账，这种话是可以随便说的吗？你们干什么？啊！你们干什么？啊！父亲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是你唯一的儿子啊，也是你遗产的唯一继承人，请你把它改过来。那好，但你必须马上回日本。可以。父亲，我还要求你一件事。父亲，把北魏的金牛让我带回去。什么？你跟山里族有瓜葛？父亲，我把它抵押给山里族老大了。如果我得不到金牛的话，他们的行规您是知道的。父亲，难道你忍心看着你儿子的双手被他们剁掉吗？你这个混蛋！父亲，父亲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。怎么，山本董事长堂堂的女秘书也有意招待我这个车祸子啊？那就看你肯不肯出血了。在你们中国泡洋妞可要花大价钱，你们出租车司机都喜欢收美元，我吗？人民币就行。我就开开洋荤喽啊！你换美元吗？怎么换法？1:9。哎，你是？这无关紧要，朵爷让我转告你。头一笔，两尊明朝的玉佛买卖已经做成，现在开始做第二笔生意。谢谢朵爷关照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你们闯了大祸啊！一郎说儿子绑架老子，纯属家务事啊。
董事长，让您受委屈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美贞子啊。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这无关紧要，我来救你。怎么做？走，我带您冲出去。不行，他们外面有人，都带武器，万一出事，一郎就得进监狱。你马上离开这里，一郎今天晚上肯定去老坟坝。你告诉他，千万不要胡来。黑匣子里面有密码起爆装置，强行打开会爆炸的。这么说，还有打开黑匣子的钥匙？是的。钥匙在哪儿？不在我手里。你说，现在咱们怎么办？既不能让警方知道，也不能让一郎得逞。嗯，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哎，哥们儿，听我说啊，哎，过了10点钟啊，那老坟挖就是鬼的天下呀。哎，10点都过了，你说点吉利话。嗨，刘二愣倒是不听邪呀，过了10点钟进了老坟挖，哎，压根就没出来啊。第二天早晨呐，有人发现他光着屁股，浑身煞白，趴在这坟堆上啊。嘿，有人说呀，他跟女鬼混了一晚上。哎，这事儿啊，不能不信，也不能全信，是不是啊？这碰不上呢，就算命大；碰上了，就认命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对对对，那倒是。来，哥几个，喝杯酒壮壮胆儿啊！来，哎，把一郎叫醒，一块儿喝一杯吧，啊！日本人不怕鬼，今晚让他打头啊！来喝，来，香纸我都准备好了，求一求驱死鬼、吊死鬼、老鬼、新鬼，饶了咱们吧！这。一郎君，害怕了吧？我让你先练练胆儿啊！你的领头，你的领头。哎，我来打头啊！哥们儿，跟我走。临行喝马一碗酒，走了，哥们儿。浑身是胆，哎，你看，什么都没有，不信你看看啊！你看看，怪了，我明明看见坟头上冒着青烟，怎么没了？啊，我明白了，前面地下埋葬的是被你们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，你是日本人，我不要说了，我留在这里，你们去挖吧。哎，你们的报酬我交配给。哎，一言为定啊，哥们儿。有尿的，跟我来！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啊！丽花，你太棒了，简直是绝妙的鬼文化。人鬼一码事儿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你对老头子不就是真假难辨吗？啊！
京将就木的僵尸一句，要不奉舵爷的命令，哼，谁愿意伺候他？对你，我可是动点真心了。交给你，我去救人。受惊了，送我山本先生回去。Yeah.
给诸位添麻烦了，深感抱歉，谢谢诸位。对您的安全，我们关照的不够，也深感抱歉。哦，不不不不，诸位请坐。请坐吧。各位，我还有事，你们谈吧。事到如今，我就不想隐瞒各位了。我这次来中国，不仅是做生意，我想在我生命结束之前，把我欠下这个世界的债还清楚。1945年8月15日，是日本裕仁天皇亲自宣读无条件投降诏书的日子。末日来临，一切崩溃了。谷口少佐让我来鉴别一件文物。没错，这正是北魏的镇国之宝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为帝国立下大功了。根据《支那史籍》记载，公元500年间，孝武帝朝廷大乱，有不少国宝流落民间，其中这只小金牛有天气预报之功能。看，这大热天，它竟浑身潮湿，这说明大雨不久就要到了。没错，嗯，肯定没错。这是无价之宝啊。你是怎么得到的？从一个中国人的手里，不过他说是赝品。赝品？嗯。我想见见这个人。好。是你，刘俊。你们认识？嗨，他是我的朋友，名叫刘长林。嗯，是位考古学者。少佐，我求求你。yes， 你要说实话，我就放了你。它是赝品吗？是赝品，民国初年的赝品。嗯，刘俊，它不是赝品，你说实话吧。我是中国人，对中国的文化最有发言权，它是赝品。即将准备。谷口少佐，你放了他吧，我求求你。嗯，我会让他说实话的。山本君，嗨，你是个日本军人，要他就不能留他。准备。慢。山本君，哎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的放子等你等得好苦啊，他在临产中死去了。嗯，你的儿子保住了，现在正抚养在我的家里。刘俊，我能救你，只要你说不是赝品。把它留给你，做个纪念吧。深深感到我对不起刘军，我为他订了口白板棺材。山本君，你是考古学者，深知他的价值，你要把他带回日本，交给帝国。这里有爆炸装置，打开会爆炸的。这是钥匙，收起来吧。
我把他留在你身边。这是你家父留下的，我把它还给你。我对不起你父亲，我有罪。山本先生，在那个年代，作为我父亲的朋友，您尽到了朋友应尽的责任。我要选一块墓地为刘军立碑，在迁坟的那一天，为了超度地下的亡灵，我要把日本最著名的高僧慧海大师请来主持祈祷仪式。如果各位没有异议的话，对山本先生这份情深意重的心意，我们表示尊重和理解。谢谢。梅贞子，你尽快跟国内联系，我要请慧海大师来中国主持祈祷仪式。嗯，您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爸，爸爸当年认识一个叫山本正雄的日本人吗？山本正雄。是有这么个人，曾和你爸爸一起工作过。怎么，他还活着？啊，活着。妈，他带来了爸爸留下的遗物，您认认。这是你爸爸的烟斗，他还说些什么？啊，没说什么。啊，谢谢。好。请吧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山本先生，祝我们合作顺利。东副市长，我向您提个请求，可以吗？请吧。我想见见我的儿子山本一郎。可以。坐吧。父亲，我对不起你。一郎，我想请求他们把你送回日本，交给日本警方。你看呢？你坐吧。我听从您的安排。父亲，你在中国的儿子找到了吗？即使找到了，我也没有资格相认了。为什么？四十多年了，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任何责任。如今，我有何脸面认儿子呢？再说，相认是两厢情愿的事，一方情愿是不行的。父亲，为这事儿，我反对过您。现在，我希望您能如愿以偿。在下在此恭候大师多时了。罪过，罪过。
大师红光满面，比我想象的年轻多了。啊，贫僧比起尊驾来，少了一些俗念，故此显得年轻，不足为谈，不足为谈。啊，请楼里休息吧。啊，请，请，请。大师，请用。啊，请，谢谢。董事长，超度完成之后，贫僧就要动身回日本。啊，太匆忙了吧。啊，贫僧在日本还有不少佛事要做，不能打草惊蛇，否则会前功尽弃。同志们，国际刑约规定得很细啊，一定要抓到人证物证。照片出来了。北京转发日本警视厅传真。山里组头目士兵卫及重要成员，他们已经离开日本去中国，请贵局严密监视，务必不使其漏网，仅助成功。老坟挖迁坟仪式现在开始。山的真面目到底露出来了，有情况请速联系。郭队长，海滨港公安局报告，拜伦码头有一日本轮船以检修轮机为名，要求延迟12小时开轮。这就对了，马上通知3号控制通往码头的公路。是，你指挥，我到现场去。是。3号注意，3号注意，在预定地点随时准备出动，随时准备出动。3号明
办，三号连办。慧海法师，辛苦了。啊，告辞了，谢谢。贫僧先走一步，后会有期。慧海法师，这就要走？啊，贫僧告辞。董事长，我替您送走慧海法师。好。大师，请。你们上后面车。跟上前面的车，快点。一辆警车在跟踪。樱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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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回答。樱花，樱花，我是樱花，什么事说吧。后面一辆警车在跟踪，设法阻挠他前进，我们前面有接应。妈的，混蛋！三号，三号，开始行动。警车追上来了，加速！把它装进你的手提包里。你是董事长的秘书，设法蒙混过去，尽可能不要暴露自己。知道。给你手枪。例行搜查。郭先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兴师动众的。山本董事长丢失了一个珍贵的黑匣子，我们奉命来搜查。请吧，慧海法师。贫僧身在佛门，与尘世纠纷无缘，勿要打扰贫僧。您要是不愿意自己下来，我可以让人请你下来。来人，罪过，罪过，搜！出来，出来！啊！请把皮包打开。哼，我也在被怀疑之列吗？嗯，例行公事，难道还用我来打开吗？这包里全都是女人用的东西，你要看吗？我也是女人。别动！谁动我就打死他！别动！放开我！放开我呀！放开我！闪开，不然我就打死他。慧海法师，快过来，我们掩护你。嘿，让开，让开，把门让开，快点，快快，让开，让开，快，让开。
你往马路上跑，我往这边。你必须追灭贞子，然后把他抓起来。Thank you.
40多年了，我一直想把他亲自交给刘军的亲人手里，今天终于实现了，老人家您收下吧。他应该属于中华民族的，属于国家的。生命，今天你在九泉之下再好好看他一眼吧。40年前，我为方子和你抚养的孩子，就站在你眼前，我该把他交给你了。谢谢，庄明女士。多年来，我一直这么盼望着。可现在，我深感没有这个资格。当日啊，你来，这就是你的亲生父亲。对不起你，我有罪，我向你谢罪。我向中国人民谢罪。